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第四十九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困窘，理应开源节流，且去年此科目预算为102亿8474万2000元，今年鲜有高估之嫌，原删减营业成本10亿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请按铃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好，报案会，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谁没有拿到表决卡？你们呢？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卡？啊，都拿到了啊、哦，都拿到，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我们啊、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的处理。那么，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那我们现在啊、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点名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11人，反对47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12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现在我们就进行处理第49案，国民党党团提案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49案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12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49案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曾委员曼丽、余委员美女声明对刚才表决以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徐委员国勇声明对刚才表决以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12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进行第50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中油公司105年度编列转投资收益19亿4429万9千元，现金股利或采用权益法认列之子公司关联企业及合资损益之份额，较104年度预算数增加6亿7719万元，增幅53.44%。主要系预计105年度转投资事业卡达燃油添加剂股份有限公司获益12亿9529万7千元，国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获益3亿2102万7千元，华威天然气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获益219116万8千元等之投资收益，较104年度增加所致，但包括中美和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中壳润滑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药石化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转投资事业，自101年度起至104年8月底之投资报酬持续为负值。105年度计认列损失达2亿1305万3千元，且中美和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中壳润滑油股份有限公司因面临经营环境及产业结构改变，导致面临产品供过于求之困境。为此，105年度预计增加转投资13亿5700万元，以举债支应资金来源比率达66.67%，投资风险过高，不符稳健经营原则及部分转投资事业近年度持续严重亏损，应积极改善。原提案105年度业务计划之资金转投资计划全数冻结，四项经济委员会提出营运改善专案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13人，反对47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12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50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50案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13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第50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13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51案，请宣读国民党团提案。
根据预算法第34条，重要公共工程建设及重大施政计划，应先行制作选择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并提供裁员筹措及资金运用之说明，使得编列概算及预算案，并送立法院备查。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投资计划600.84亿元，依预算法规定，应制作选择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报告，按该公司提供该计划之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可行性替代方案。第三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投资计划，综合考量未来天然气需求将偏重北部发展趋势，以及建构国家级天然气输出系统等因素，以观塘工业区港为主方案，台北港为替代方案计划。为其内容偏属简略，原提案冻结1/2，待中油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点名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12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就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何委员心存，郑委员保清对刚才表决跟民进党团一致，列入公报。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13人，反对47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51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12人，反对4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4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52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经济部主管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编列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预算总额306亿7150万6000元，包括5项继续办理之专案计划162亿0643万6000元，2项新兴专案计划32亿2527万7000元，以及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112亿3979万3000元，较104年预算数增加139亿3542万元，且对外举借资金支应固定资产建设改良之比率甚高，有可能损及公司财务结构之健全性。原提案冻结30%，待提出专案报告后时的动之是否有当，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所有的表决，陈委员庭辉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0人，赞成13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李委员彦秀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重复表决啊！
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12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52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52案之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5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14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53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预算编列112亿3973万79万3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87亿6149万3000元，增加24亿7830万元，显示预算有高估之余，该公司近几年度营运产生巨额亏损，均以举债指引资金缺口，不符稳健经营原则。原提案简列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预算5亿元。宣读完毕。针对第53案，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下一案。下一案。第54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滋阴中油管线再度漏油，高雄市政府呼吁中油总部应在今年底南迁高雄，与高雄市民一起承担风险。对于总部南迁一事，前经济部长邓正中表示，经济部与中油持续进行评估，可能等到新执政团队上任后，留给新政府决定。据了解，由于要求中油总公司南迁的声浪会越来越高，该公司目前已有南迁的打算。根据中油初步复案，是在今年底前先将设立地址迁来高雄，给高雄市政府一个交代。地址选在去年底停工的中油高雄炼油厂行政区，董事会也会在高雄办公。但目前中油总公司员工人数多达8900人，这些人日后将继续留在台北办公，无法立刻全都迁下来，因为这会影响8900个家庭。日后中油再慢慢调整人力，原则上会从高雄招募新血。为此，
对于工业安全管理，中油身为管线单位应严格检讨，但中油公司为国营事业单位，更是一个国际公司，总公司设在首都台北市，便利处理国际业务，总公司设立位置更需要考虑中油营运便利性以及全台厂房情况。原提案要求经济部在中油总部南迁高雄的可行性评估报告未经本院同意前，为抗紧民众荷包、维护全体纳税人权益，不宜草率执行总公司年迁相关事宜。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第五十四案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六十三人，赞成十三人，反对五十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六十二人，赞成十二人，反对五十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五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提案来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
出席63人，赞成12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4人，赞成13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55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根据路透报道，国际油价4月以来攀涨近25%，因市场担忧加拿大森林大火危及油砂产区、奈及利亚原油生产遭蓄意破坏、利比亚内战等，导致产油量减少。不过，新加坡近海却停满油轮，满载于4770万桶原油，足以供应中国5日所需，凸显油市供应过剩情况犹在。目前每桶油价约50美元，中油公司在其公司经营方面特别注重，更在其业务计划提供原油、原料油及纯品油采购相关说明。但鉴于该公司基于预算编制相关规定，对于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变动情形无法充分反映，原提案要求中油公司提供近期与国际油价联动之相关营收调整资料，供本院作为预算审议参考，除人事相关支出外，全数暂予保留。接着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根据路透报道，国际油价4月以来攀涨近25%，原提案要求中油公司提供近期与国际油价联动之相关营收调整资料，供本院作为预算审议参考，除人事相关支出外，全数暂予保留一案。现请修正提案文字为：原提案要求中油公司提供近期与国际油价联动之相关营收调整资料，供本院作为预算审议参考。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处理，表决顺序：一、国民党党团提案；二、民进党党团提案。依序表决，如其中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那我们要先表决国民党党团之提案。国民党党团建议采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建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点名表决来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3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0人，赞成11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55案，先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蔡委员释印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它里面是这样写的。针对第55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出席64人，赞成14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本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3人，赞成14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案不通过，我们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民进党党团提案之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48人，反对14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那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本案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61人，赞成47人，反对14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现在处理第56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近几年度营运产生巨额亏损，造成资金短缺，遂以举债追营、固定资产追建设、改良及扩充、转投资及营运执行等，致财务结构逐渐恶化，显见其获利能力连年下滑，已严重影响公司财务健全与营运表现。原提案要求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与应积极研谋因应对策，并检讨落实执行开源节流措施，以改善经营体质与财务状况。宣读完毕。请问院会第56案有异议？好，那就通过，照案通过。下一案。请宣读57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炼油与清油裂解等石化工厂，依法所明定之危险性工作场所，尽管长期投入巨额工业安全经费，仍发生多起重大公安事件，显示该公司对于工业安全管理亟待改善，未善尽国营事业作为企业表率之责。原要求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确实检讨并落实公安管理机制。宣读完毕。针对第57案，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无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第58案，请宣读亲民党党团提案。依据中油公司105年度所编预算书显示，贵公司未依财务准则公报第35号资产减损之会计处理准则，详述贵公司资产减损情形，显有预算编列不实之嫌，见其补正说明送委员会。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第58案亲民党党团提案有异议？没有异议，照案通过。请宣读第59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转投资事业，包括中美和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中壳润滑油股份有限公司、台药石化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自101年度投资报酬持续为负值，且105年度预计投资亦持续亏损。原要求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应督促其转投资事业，加强改善营运绩效。宣读完毕。院会针对第59案亲民党党团提案。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第60案，请宣读。
基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长期以来油气探勘所获仍有限，自有油源占公司炼产量之比重甚低。该公司近几年度无论自有油源或天然气，占公司炼产量之比重仍未及5%，凸显自有油气比重均偏低。原因要求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加强对国际能源资源之掌握，并提升油气探勘成效，以提高自主能源比率及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宣读完毕。针对第60案亲民党党团提案，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第61案，请宣读。基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每年皆有编列工业安全支出预算，105年20亿3792万1000元，104年23亿196万9000元，103年23亿196万9000元，唯一尽管长期投入巨额工业安全经费，近几年度该公司劳动检查之缺失项次人数偏高，显见其公安管理机制并未落实。原请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应确实检讨如何落实公安查核工作，以维护员工及民众之生命财产安全。宣读完毕。报院会第61案亲民党党团提案，请问有异议？没有。好，无异，我们就照案通过。第62案，请宣读。基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至104年底累计亏损已达1007亿元，该公司近几年度营运因产生巨额亏损，均以举债指引资金缺口，近几年度财务结构确实呈现快速恶化情形。围偿105年度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仍预计增加转投资13亿5700万元及固定资产投资计划306亿7150万6000元，以举债指引资金来源恐增加投资风险，不符稳健经营原则。原请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应检讨营运资金筹措方式，以健全公司之财务结构，确保公司永续经营。宣读完毕。报院会第62案亲民党党团提案，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我们就宣告照案通过。报院会第63案至第66案。民进党党团撤回提案，不再处理。现在处理第6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净利56.56亿元，较104年度预算数大幅衰退56.83%，且营业利益率及净利率等指标均下滑，要求经济部应督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依国营事业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积极研谋提升营运绩效及获利能力。宣读完毕。报院会第67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请问院会有异议？哈？国民党党团提案，请问有异议？没有。啊？是？没有异议的。好。那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这个可以重复表决的。
不会客气啦。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0人，赞成13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67案的表决，针对67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院会针对67案出席64人，赞成14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68案及第69案，民进党党团撤回提案，不再处理。报院会营业部分经济部主管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已处理完毕，休息10分钟，休息后继续开会处理。营业部分经济部主管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现在休息。